的，只要你努力，成功就在后面。实在太棒了。现在不剩下了吗？他为了备战年赛，现在在全国各地飞着呢，小翅膀飞着呢，去寻找更高更快更强的这些选手来备战年赛。我跟你说，你个买题同志，如果你不找到更好的选手，你就赶快回来，我一个人好想你啊。好的，亲爱的朋友们，今天是星光大道的又一场周赛，来自全国各地的六组选手现在在我们的梦想屋里整装待发，但是只有四组选手可以打开梦想之门，登上我们的主舞台，究竟花落谁家？江玉姐跟大家打个招呼。大家好。大家好，我是王金石。大家好，我是莫文博。现场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。来吧，家人还要我提吗？好的，亲爱的朋友们，我们的比赛马上开始，来听听第一位选手。你好。大家好。你好，我们能认识一下吗？您自报家门好吗？我来自沈阳。沈阳。我今天带给大家的呢是口哨表演。口哨？对。 我听您这个就是声音，我应该叫您一声大哥吧。那我就感觉非常年轻。您今年？我66了。66，口哨，中气十足。那您加油好不好？好，谢谢。请准备，90秒，投票通道开启。这个时候都是小妮来安慰人。我这次来啊还是收获满满啊，这都也是正常情况，我可以回去进行总结。你看人大哥这格局就是不一样，能切出来让我看您一眼吗？好啊。哎呦，真精神，真精神。哇，您太帅了。您是做什么职业的？先跟大家说说好不好？我是气象行业的退休高级工程师。大哥，我没有办法请您过来，但我能过去吗？哎呦，那非常感谢、啊、我可以过去吗？来，您好。您好。哎呦，您好有风度，真的。您做了一辈子气象工作是吗？您跟大家说说您平时的具体工作。这个云图呢是从卫星
从高空拍照的，然后他我们把它作为一个分析的资料，然后做节目的时候把它作为背景放到了节目里头，做天气预报这个资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依据。好的，既然来到这个舞台上了，我相信我们还会有机会相见。是的，我不会放弃，因为我喜欢这个。好的，我们在等待着再见面的那一刻。谢谢主持人。谢谢大哥，再见大哥。来吧，那接下来谁要登场呢？你好。大家好，主持人好啊。我是来自北京啊。你是让我们看还是让我们听啊？你不拿出点绝活我都不能放你出来。那我能不能也能听到也能看到呢？切出来让我看一眼。啊，你挺像一个演员的。我猜一下啊。郭京飞。对，你特别像京飞。那你是让用我们看且听是吗？好啊，且看且听好不好？90秒，投票通道请开启。相爱没有那么容易，才会特别让人着迷。什么都不懂的年纪，轰轰烈烈不如曾经。幸福没有那么容易，才会特别让人着迷。什么都不懂的年纪，曾经最讨喜，所以最开心。曾经没那么简单就能找到聊得来的伴，尤其是在看过了那么多的背叛，总是不安也好强悍，谁谋杀了我的浪漫。相爱没有那么容易，才会特别让人着迷。什么都不懂的年纪，所以最开心。曾经想念最伤心，暂且最动心。曾经失败了。时间到，投票通道请关闭。如果今天就这么走了，你会觉得今天晚上睡不着觉吗？不会啊，就算在自己这个现在这个岁数吧，圆了一个梦啊，继续还回到我自己的一个工作的一个环境中。我想说感谢大家，感谢主持人啊，然后那个希望我之后的弟弟妹妹们啊一定要好好表现，然后把更多的机会我觉得还是要给年轻人。哎呀，我真的是挺替你遗憾的。没事，这有啥的？你就差6票，那都不是事儿啊！你就差6票，就满分了。欢迎步入星光大道。真的吗？哎呦，我天哪！大家好！主持人好！真棒！厉害！真的把我骗了！你真的是挺像郭京飞的。请问你是钢琴专业的吗？我不是钢琴专业。你不是专门学钢琴的吗？我不是啊，我是4岁学钢琴，学到了这个高中，准备上这个考中国音乐学院附中啊，很难的。结果特别有意思，我们那年没钢琴系啊，然后我说那怎么办啊？那得考个学呀。完了认识一个声乐老师，孩子。你家着火了，你喊2句。我说那个啊，我家着火了。说你家要是真着火了，你这么喊吗？喊出来！来人呐，我家着火了！嗓儿不错，跑声乐。我呢，一下就跑到声乐系去了，唱了民歌。对，是这么回事。你还会唱民歌？你唱一句民歌我听一下，像民歌的味儿不？清风浅一袖。
草把我留。提高了，挺好的，我觉得还行，点到为止了。我觉得还行，就是没有开嗓的情况下，民歌能张口就来，这高中三年没白读啊。他是一个有故事的人，这个故事我们一会儿慢慢上大家讲。拜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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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谢谢婷婷，拜拜，谢谢主持人，谢谢。好的，下一位选手，你好。你好，朱迅姐姐好，我叫李莎莎。莎莎你好，请问你是做什么的？我现在现在扑通扑通的。你现在是不是紧张不想说？我害怕。你害怕没关系，那我们就先演好不好？好，我先唱吧，一会儿再给大家介绍。好的，90秒，投票通道请开启。时间到，遗憾，真太遗憾。啊，对不起，妹妹，你叫什么名字？我叫李莎莎。莎莎，我不逗你玩啊，真的很遗憾，就差一票，切出来我让我们看看，好秀气的姑娘啊，莎莎。啊，还拿着个大蒲扇。我紧张，我就把家里的大蒲扇带来了。哦，就是手边拿着一个自己最熟悉的东西就不害怕，是不是？嗯，对。啊、哦，你是唱民歌吗？我没学过唱歌，就是，今年刚学着唱。今年刚刚开始学着唱吗？我特别想知道你为什么要开始学唱歌呢？也是偶然的一次机会吧。接触了这个新媒体的这个平台，从上面看见好多，朝气蓬勃，很多正能量的东西，唱歌跳舞呀，宣传自己的家乡的东西，就点燃了我的那个心坎儿，开启了一扇门，所以我就选择了做这个小视频，唱的不专业，但是呢，能把那种心情，然后带给直播间的所有的家人们，让他们也能感觉到这个。世界非常的温暖，感觉到开心和快乐，在无助的时候能够听见我，看见我，能够充满力量。这个太厉害了！是吧？我你这手，哎，你手心里真的没有硬币了。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不同的交流沟通的方式，莎莎，你愿意把你的经历跟我们说吗？我不想就是拿这个同情票，我的左耳是耳聋耳鸣，学唱歌呢就受到很多的阻限，
听伴奏的时候我都听着嗡嗡的，听不太清，但这个不重要，重要的是我想今天能够上台给大家说一说我的家乡，不为自己，只为我们沂牟山。谢谢夏夏，其实特别坚强，大门打开，我想见见你。珊珊好，珊珊好，你好棒啊，学了这么短的时间就唱得这么好了。嗯，唱得不好。我觉得已经挺好的了，每个人的好坏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，比过去的自己好，你就是个赢家。嗯，你知道吗？嗯，跟大家分享一下你的心得吧。如果您身体上有些障碍，或者是您的生活有一些障碍，没关系，抬头看看天很难，然后你望向远方，前面的路还很长，所以人生就这么几天，开心也是一天，不开心也是一天，当你开开心心心情舒畅的时候，所有的一切都不是事儿，都过去了。境随心转，你的心是什么样，这个世界就是什么样。对，莎莎，我们稍等一下，你99票，99票，我们说不定还有机会。行，谢谢各位，谢谢大家，你等等我们好不好？好的。你的大蒲扇我先给你扇扇。我拿着玩吧。那我这样，我带着你的心愿先站到舞台上。行，万一你上来呢，我再交还给你。嗯，好不好？过会儿你再来，好吧？拜拜。来吧，接下来这位选手你好。迅姐你好，我叫胡歌唱，今年24岁。不知道你来还是走。我也不知道。啊，那个你的名字当中就有一个唱是吗？对，有胡歌唱。对，我的天哪，那你唱歌一定很好听吗？唱歌还可以，不跑调的话挺好听的。你也是北京的吗？你怎么也挺贫的呢？然后那个我想让大家边看边听。边看边听啊。对哦，那就要求更高了。是，请问您准备好了吗？我有点紧张，我喘息一下。你紧张我扇扇你。谢谢。我可以。可以了吗？可以。来吧，90秒投票通道请开启，请开始你的表演。大雨倾盆，可它如此迷人，使我忘乎所以，已经准备去爱你。我祈祷再多些乌云，让街边路人都散尽。雨轻轻地下，我就站在这里。我唱着快乐的歌，在街边漫步。I'm singing, just singing in the rain。你选择了一个
人气情况。完了，又要难为三位了。来吧，文博，请做出你的判断。我可以称丁听为丁老师，因为确实有特别棒的作品，然后您的作曲专业性的高度也毋庸置疑。那辣妈组合从各种担当活力四射，然后给我们的可能性会更多，我们这个百姓舞台需要可能性更多的，需要画面感以及专业性综合来讲，所以我的这一票投给辣妈组合。谢谢。我就不多说了，我这一票给丁听。谢谢。听从自己的内心，不用去权衡利弊，你自己想投给谁，做出您的判断。辣妈组合，恭喜辣妈组合！来了，有请各位。来吧，获奖感言，辣妈组合。我们虽然当了妈妈，但是呢，我们在照顾好孩子的同时，我们一样可以坚持自己的热爱，勇敢地去追梦。是的，然后也希望所有的妈妈们都能像我们一样，做妈妈也要做自己，继续乘风破浪。是的，我们是妈妈，也是女孩。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，谢谢。妈妈没什么不可，我们无限可能。妈妈自然有无限的可能。对，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，再次恭喜辣妈组合。谢谢你们。星光大道，百姓舞台。